愛を目の中いる愛の中または朝そうに狂ってるこの世界で愛してるっていうこの言葉の意味について深く考える完璧なライフでも一つファンがある涙の一つでも見たくないほど惚れた女の今日悲しみで濡れないよう傘になる冬が来たなら肩を抱こう Come on声枯れてる。ワンさんハオ、ダチャワン。ちょっと待って。こんばんはです。ダチャワン、めっちゃバタバタしてる。いや、バタバタしてない。こんばんはです。タチャワン、あーちょっと声がめっちゃ枯れてるんだよね。こんばんは、皆さんこんばんは。谢谢婷丽的夜。阿翔是吗？谢谢送我星座浪吧。また暖房つけっぱで寝たやろ。いや、昨日はつけてないんだけどめっちゃ乾燥してる。なんでだろう。さあ、なんででしょうか。今日は晴れてるけど雲が多いね。ああ、す。そもそもストンシンシャン、天理不在。我知道阿翔，晚安。二月握手会晚在二月也有公演，公演，公演。ベックン、晚安。スーハー、明年辛苦了。今日は何風？セレブ？セレブっぽい？分からん。いや、セレブじゃない。カバン、今日は何？めっちゃなんかロックじゃないけど、何なんだろうね。何系だろう。何系でしょう。何系かな。たーちゃん、わんあんわんあん。やっほー、みれちゃん、DMJ は、わんあん。こんばんは。おざい、バントーファー。たーちゃん、てんご。声枯れてる、めっちゃやばい。たーちゃん、昨天有没有来看我公演？有吗？有吗？有的，大家，今天讨论2021最后的公演的事情吗？今天我很讨厌，这个是阿邦昨天送我的礼物的，超好看，これやばい。ミスしまくりやって、見てないじゃん。
晚安晚安バイバイ。公演館ないです。阿班正会送，真的好好看。西兰昨天有来看吗？有没有来？萨克拉的公演。ちょ、髪の毛結びない、結べないんだけど。あ、もう結ばん。めんどくさいから結ばん。あ、不要绑了。很麻烦。阿丽的小三美玲。很有趣，以后能当你标准手指了。那个吗？阿丽送做礼物的那个吗？那是用夹的对吧？不是，它是这边有耳洞，然后这边要夹，对，不是整个都要夹。さすが俺のアーパン。そう、アーパンからもらったプレゼントが可愛すぎて可愛すぎて。声やばい。ちょっと我的喉嚨有点坏掉。谢谢ジョンカニさんの愛的烟火。リンリンが言ってたし、リンリン知らんやん。你明年会累的。1月公演，1月22、1月23，三周年呢，辛苦了，美玲。不会累啊，这是我的工作，不会很累。阿丽的小三美玲，啊，我用过了。全明星三红蓝两队分队了，哦，好想看哎！哦，我也想参加，超想参加。谢谢安夏からかだ礼物。公演是星期六吗？对，是星期六。一开晚安，哈鲁桑，こんばんは。不想送告白气球，不行，你要送我，快点，勇哥，我等你的告白气球。じゃあそしたら小山さんがずっと黙ってくれる。何が何が黙ってくれるって何が。豆腐電話水保護喉嚨谢谢。礼物的部分很好笑。哪里好笑？大家可以跟我说昨天公演的感想哦。你要多穿衣服哦。好的，可能我昨天一整天都在那个半袖吗？就是短袖，一直穿短袖，所以可能就是感冒了。
リンリンが、あ、お山さん踊り間違えてるよって言うわけないじゃん、見えないんだから。シェイシェイヨンガー、シェイシェイヨンガーだ、乾杯チーチョー、イエーイ、アニーありがとう、声ガラガラでごめんなさい、本当にマジで声ガラッガラなんだけど。眠そうですね、超眠たいよ。散歩做我工作都觉得好累。对啊，工作就是很累啊，我也会累啊，还是会累，但是不能说很累，因为这是我的工作，没有很累的，没有不累的工作，好吗？大家都很累。間違えた？間違えてないよ。みかもだアイコンなんでチーギューにしてるの？你自己也就是喜欢上了チーギュー对吧。谢谢超哥的红玫瑰，谢谢灰灰的爱的烟火，请大家送我礼物哦，拜托，要送我礼物哦。谢谢谢谢三巨蛋的高白气球，やっ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嬉しい。怎么突然送我高白气球，好开心。え、なにこれ？谢谢草莓ちゃんだ。怎么啾啾你？啾啾你哦，是吗？可愛い。谢谢草莓ちゃん，很可爱。え。谢谢西兰的，这是什么金色包包？第一次看了这个礼物，很可爱。谢谢你们，好开心，耶、yeah ！谢谢灰灰的爱的烟火，阿翔晚安。这快也快的，我不会痛，但是一直卡住的感觉。土木的礼物我不知道耶，因为我没有看到，所以我不知道他送什么礼物。谢谢谢谢阿翔的文手礼，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そして谢谢柠檬的爱的烟火。東京フラッシュだよ、さっきの。次何だろう。ちょっと適当に流してるんでね。ちょっといっぱい飛ばしてる。ごめん。マリー、晚上ハイハイ。ハイ、旅館、你好。明天12点会在 YT 播出。YouTube 播出什么？あ、全明星吗？谢谢欧亚甲阿斯耶，谢谢追踪我。おしゃれなお花だね。これはね、アパン昨日桜の MC さんでは MC があるんですけど、MC でみんなでクリスマスなんでプレゼント交換をしたんです。それでアパンのプレゼントが当たって、この耳飾りが入ってる。那我跟大家介绍，就是再介绍一下跟阿邦收到什么礼物。因为昨天我们萨克拉的公演的 MC 就是有，我们就是自己交换礼物，对。然后那时候不知道要收到谁的，也不知道收到什么礼物呢。然后我收到的是阿邦的礼物，我觉得很棒，对。好，我看一下。第一个收到的是这个耳骨的，我觉得超好看的，我很喜欢。虽然就一直夹这边很痛，但是我觉得好好看。对，然后还收到这个超可爱的耳环，我喜欢的，我喜欢戴的。
他一定想我啊。他送的礼物超好看，我超喜欢，之后会带。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也是很好看，但这个是假的，因为我有耳洞所以不太会夹，但是超好看，是玫瑰的，看得到吗？金色的玫瑰的耳环，不会觉得很可爱吗？对，然后收到零食这样子，我觉得很棒，谢谢阿爸。你们自我介绍话题很有趣，英语班级的坏学生梅林跟小慧，小慧是什么角色呢？哦，哎，有红包了，好开心！谢谢大家，刚刚送我礼物，有红包了。谢谢一凯的分享，直播间谢谢哈里さんのポップキャット。リンリン見えてるから、あとファンデ貸してあげたって言ってた。ファンデじゃなくてファンデを塗るスポンジね、スポンジ貸してくれた。スポンジ貸してくれたよ。大家晚安。晚上好です。ちょっと现在在看礼物啊，不是留言。这次也有觉得我本来很期待三只星星，没有三只星星，哈哈哈。ちょっと待ってね。すごい飛んでいくの、飛んで飛んでいくの。そろそろ死ぬ、なんで死ぬの。メリンダボス会也点亮せ、真的吗？谢谢谢谢草莓酱，好开心。大家拜托第二部让我忙碌吧，拜托，我想要，我想要，就是因为我最大的目标是在这边，最大的目标是我想要上第六弹的选拔嘛，我超级想要进选拔第六弹的，对，所以呢就是每一个都要做好，然后如果可以的话第二部也会忙碌。上次我说可能不会忙碌，但是我想要可以的话，因为加开了所以可以的话希望会忙碌，所以大家多多支持我的第二部的握手会哦。好，有红包。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TP 的小三美玲，我是日本人，请大家可以追踪我的直播还有 IG 可以吗？请大家要追踪我，谢谢你。下礼拜一你也有 TP 直播期待，对，然后呢下礼拜一的晚上七点开始有浪梦正在，很久没有上了，然后呢那是游戏的，可能也要玩游戏，因为姐姐们也可能知道了我超爱玩游戏，也其实我在游戏蛮强的吧，就是在 MC 的时候一直玩游戏的小三美玲，对，所以就是姐姐们也找我了，我觉得很开心，所以呢大家可以来看看下礼拜一的浪梦战争，就是 Run Live AKB48 Team TP 的官方，晚上七点有直播，对，大家可以看。吉田美玲 Black Beat 你好，下个礼拜一美玲要上浪梦战争，对，全然コメント読めてない、500回ぐらいコメントして全部飛ばされたのにごめんで許されと思ってるの、ごめん、今めっちゃゆっくり読んでるからちょい待ち。アーパンおしゃれおしゃれおしゃれ、スティーブン你好，我很喜欢耶，昨天小琴的限动明夜也要开花花，对，我知道小琴的想法嘛，啊，想法很好的，就是我没想到在那边可以跟大家一起拍影片也可以合照，我觉得很开心。
崩れ期待してんだな。ああ帰る時にお菓子みたいな手土産持ってるメンバーもいたけど、それもプレゼント交換かな。多分そうそうです、みんなプレゼント交換でいろいろもらってね。メイコエ、そうメイコエだ。耳环真的很实用，对我超爱耳环的，所以我觉得很开心。你的自己的礼物是什么？哎，我送了，我也是送了耳环。对，握手会可以带哦。玫瑰给你拿到，真的是，对啊，我觉得很刚刚好，一定是我就是命中注定的事情吧。小慧是看起来很坏时机上很好笑的学生吧。等一下跑掉了跑掉了，留言都跑掉了。林英还说被小慧恶心到了，全员都是文底耳吗？小金很辛苦，对，小慧是要恶作剧的，比如月人上天来，但其实是要告白，不是要打架。原来，面线面线，谢谢，好可爱，谢谢面线说好可爱。请大家要追踪我的直播，谢谢。小山さん喉やばすぎてそろそろ死ぬんやない？いや死ぬかも、やばい。死ぬかもしれない。我是日本人、对、我是日本人、你好。你好、我是日本人です。谢谢天心感送我星座蘭寶。你好。谢谢送我小型爱的烟火。希望美玲能上选吧，加油，我会加油的，真的我会加油，所以大家也要多多支持一下，お願いします。 Lock 谢谢送我红玫瑰啊，不是，这个是拿到红包的嘞。如果有第三步你的握手会吗？应该没有第三步，但是我目标就是第二步会盲步。在 CD 二十号到我，大家记得买，请大家要多多买五单的一秒一秒越好的 CD 哦，然后里面有握手券，然后大家可以多多填我的第二步握手会。第二部握手会在2月12号礼拜六的3:30到4:30这个时间，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大家可以来，因为握手一次可以一次握手有7秒的时间，就是差不多打招呼，对，所以建议买多一点，对，然后一张握手会就是握手券就是200块嘛，200多块嘛，所以没有到很贵，还有附 CD 哦，所以大家可以买。お願いします。リレーちゃん翻訳お願いします。どれどれ翻訳ってどれどれ？何が何を翻訳するの？あ、え、何を翻訳するの？耶、红包发完了。公演的时候大家也说小山美丽很爱玩游戏，对，我真的很爱玩游戏。来週のやつ覚えてたら見に行くか、多分忘れるけど、いやジョンカニさん絶対見に来てくれるって分かってるよ。美丽玩游戏很强，我的很大。我觉得我蛮厉害的，对吧？你认错人了，你就是 Black Beat 啊。乐活的红玫瑰，谢谢送我红玫瑰。我觉得 staff 姐姐想要看到美玲被惩罚，挑战喝超酸饮料，可以不要吗？我不要。虽然我蛮喜欢酸的饮料。来年は怪我なく全公演出られますように頑張ります。頑張るよ。
谢超哥的分享我的直播间。阿福你好，コメントし5000個ぐらい飛ばされ、絶対嘘5000個もしとらんや。你会想以真吗？以真出国读书了，哎，他什么时候要读书？可是我下礼拜一跟他一起开直播，哎，是不是升级党会很开心？一次看到两个人，很开心吧？我要吃阿邦送的零食好了，谢谢好好的追踪，好好是吗？ありがとうジョンカニさんの人生抱抱，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有没有新的 Long Live 的礼物？没有吗？现在没有什么礼物吗？新的。我第一次吃这个，超好吃，很好吃耶。啊，270到300，对，200多块，对，那270到300块，所以大家要买哦。ちょっとめっちゃ飛んでいくんだよね。谢谢 ET 的追踪。ブラックビートさんの翻訳ね。あ、ごめん、ごめんなさい。飛んじゃった。我们日本练棒棒手，棒棒手是什么？棒棒手って何？わかんない。何言ってるかわかんない。阿福，谢谢送我枫叶，我也很开心可以看到诗阳、美玲、柏林。哦，对啊，哎，你什么时候假退了吗？那个林叔分我一点，嗨，see you， 我是。でも晩ご飯の時間なのでちょい退出します。 OK です。ハルさんまた帰ってこれたら帰ってきてください。やってたらね、ライブ配信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下礼拜就是以真最后一次直播了，那你很开心，也有我哎，是不是很开心？但是很是还是很难过，对吧？那你一発で出たって何が一発で出たの？プレゼント？鱿鱼饼干吗？对，超好吃，很好吃，但是有味吧？没有，不要乱讲，真的吗？我也觉得柏林的新法式真的好好看。美味しいチーズと牛肉の味がする。それチー牛じゃん。あ、そうなん？金色のやつレアなんだ。なんやねん、つまらんやん。すぐ出たらつまらんやん。ね、很喜欢这个，超好吃。等一下在便利商店买一包。小山さんいつ海外留学しに行くの？小山さんは今海外留学も終わったんだから、台湾に留学してるんだから。3年間もう卒業したけどね。あとね、ハンパウド、他送のハンパウド、ロック。晚安，我今天第一次来。好哦。
ミレイちゃんこんばんは。お、こんばんは。シャンドルティーメッセージだ。こんばんは。ファンユーワンアン。但少年很好，好像没读到什么书，什么意思？我学到了中文啊，中文，所以很好。なんかね、学校では、なんだろう、学校の教科書の勉強は何も学ばなかったんですけど、中国語となんか人間関係のことをいっぱい学びましたよ。いっぱい喧嘩したからね、友達と。人間関係いっぱい学んだ。买什么？因为蛮好吃，还有虾，我也很爱吃。哎、欸，真的吗？我吃吃看，我觉得好好吃。我第一次吃，第一次吃。你看清楚他是谁 ？Black Beat 吗？啊，天中吗？天中吗？天中，是不是？你们上班族为什么那么无聊？ヤンキーじゃないよ、拳でやってない。你比卢卡学中文，我觉得卢卡最厉害吧，因为他在台湾已经很久了，他讲的中文真的很标准。普拿藤有效缓解发烧，然后马友也很会温和有效讲。普拿藤，我最烂，我最烂。其实你在应该唱马吉斯卡 rock and roll， 我也觉得耶，还可以用日文唱歌哦。天中美玲婉是什么意思？刚刚吃那个乱炖，牙齿超痛。嗯，好痛。嗨，对。为什么吃糖？我每次吃甜的东西就会牙齿很痛。瓦牙是什么？瓦牙是什么？瓦牙了是什么意思？虫歯的こと？好痛！蛀牙，蛀牙是什么？蛀牙，虫歯？虫歯なの？バリ痛いんだけど。快点！每周吃甜的东西就会痛，很久没去看牙医，痛い。我有个问题，美玲什么时候会在 IG 发美玲穿武当制服的照片？
那这个是你要送我1000个告白气球才能看到。谢谢ジミー ジョーダポップキャット。虫歯です。痛いです。没有没有健保卡，不能去看了。可以去检查了，免费，有免费的吗？要看牙医了，哼，不要，好痛。1000个告白气球，結構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結構って言わないで。来る、いやいやいや、没有健保卡，没有免费，对吧？我没有健保卡，所以没办法看。我现在超想去比复课，因为我真的痘痘越来越多，所以想要去，但是没有健保卡，讨厌。没理由长吃，没有没有长，没有，还没。公司到底有没有要处理健保的事？我不知道，因为他们说，他说要，但是后来说又说不要。然后我给了，但是他们还没有，还没有去吧，讨厌。没有健保就贵很多了。我真的是觉得，如果我现在疫情了怎么办？如果我真的疫情了，然后就是没有健保可以打疫苗，对，因为有居留证跟还有护照的话可以打。但我觉得如果我真的是生病了怎么办，要付超贵的钱，我真的是很生气。我们外国人很可怜。啊，不要安静的歌。啊，間違った。破産アイドル、マジで破産するよ、本当に。病気したら破産します。我们可以去告发，对吧？可以啊，帮我们告吧。帮我们告吧。没有人去敢告，所以大家可以帮我们告吧。倒是礼拜六直播说的那一发表有点有帮你吗？啊，我还没问，还没问，还没问。听未来的故事，好，等一下再听。
まあ今破産した方がいいよ、歯は二度と戻らんから。まあ確かにそういう時は絶対破産しますけど、你台湾来四年多了吗？还没到四年，三年多吧，三年半多，快四年，还没到四年，当然快快了。今年最后一次公演就这样结束了，感觉一年就这样过去，时间好快，我也这么觉得。已经跳 reset 公演已经一年了，好厉害。我也觉得就是公演真的觉得好快，时间好快。我觉得施工一起 free dance 的部分美玲跳得很好看，真的吗？真的吗？我跟你说，我为什么这么吓到，是因为每一次都当下的时候想，然后完全自己觉得，哈，我不知道自己在干，自己不知道在干嘛的那种感觉。竟然有人跟我说跳得好看，好开心，谢谢，因为我好看吧。所以可能我跳什么就好看，大家期待新公演了。看腻了吧，已经看腻了吧。まだ4年も経ってないっけ。4年も経ってないんだよ、それが本当にね。4年も経ってないんですよ。含医师常用处方成分及维他命 C， 不嗜睡，治不感冒，有效又温和，恢复活力。拿藤福茂加强定，有效又温和。立ってないんだよ。もう5年も立ってないよ。公演一年多了，期待新歌公演。BB你好。我有看到你突然笑，应该是因为你突然卡住。哎嘿，可以不要看这么看清楚吗？看来你很有乱跳的才华，好好笑！我一直觉得啊，大家拜托不要看我的那种感觉。勝手にお芋さんもう20歳って思ってた。まだだよ。でももうすぐです。あと1年後じゃなくて、あと半年でもう20歳になっちゃうよ。やば。やば。結構大家都在看你哦。我觉得好开心。谢谢你们看我。ライフハックが聞きたいの？これナポリだよ、ナポリ。然后美人肩膀真的很漂亮，肩膀这边吗？为什么？这里吗？这边吗？哪里好看？我自己不知道。可是我从国中的时候到现在，很多人说大家都很喜欢我的肩膀，但我不知道。期待你明年生日 T 恤，我大概想好了要做怎么样的 T 恤？对，新感见棒的部分哦，新感吗？我印象深刻还有另一个什么东西？谢
谢谢木瓜牛奶新维是吗？谢谢高伟哦，谢谢送我幸运幸运四叶草，天九你好，天江。那天穿的裤子很好看，你自己买的吗？蓝水蓝色的吗？水蓝色的吗？对，衣服艾丽说是她的，裤子是自己的。对啊，自己的，自己的。自己买的，最近买的，我也觉得很好看，我也觉得蛮好看的。コンビニ前で小山さんこんな時間にメイクしてまた深夜徘徊コンビニ前でタバコ吸いながらしゃがんで人睨むのかな、どういうこと、私ヤンキーじゃないんだけどどういう想像ですか、どういう想像ですか。觉得有帅到耶，李莹说很奇怪，明明没有没有，李莹说的是那个吧，衣服吧，上衣吧。我说很多次了，美丽晚上直播完都会跟我约会，我没有要跟你约会，也没有要，我没有要跟别人约会，我没有要做什么事情。那我等一下要干嘛呢？我也不知道。美玲可能没看到我刚刚的留言，我再留一次。好，我没有看到，还是我先发现你留言的哪一个？啊，有一点早，但是2021年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2022年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ありがとう、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ヨング、よろしくね。これからもよろしく。皆さん、これから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目標は絶対に次の選抜に入ること。頑張るからみんな応援してね。衣服我觉得也蛮帅的，我觉得超好看的，阿丽阿丽的耶，阿丽的超好看，那个是后面超好看，后面背面好看。スキアデートしようぜ、スキアデートしようぜ、デートしようぜ。但是选拔考试一定不能，我一定会参加，因为上次的我没有去冰皮嘛，我这一次一定要去，但如果这一次也没有上选拔，我觉得好难过，但希望可以上，对，我会加油的。2022年はスティッチだけ見ることにしようかな。2022年、リンリンのことは捨てて、私のことも捨てて、なんか他の人に行くの、それダメじゃない？浮気ですか？浮気ですか、ジョンカニさん。あ、今日何もつけてなかったら、なんかつけよう。これつけよう。この歌嫌だ。もういっぱい聞いたわ。穿教室。浮気とは浮気だよ、浮気だよ、浮気とはそういうことだ、エロい目で見るだけだからやめてそれ。上次
上次去了没去饼皮吗？上次我没有，因为上次的是我脚受伤，然后没有办法参加饼皮，没有跳舞。对，上次是脚受伤的关系。对，我支援はしないよ、ジョンカニさんは。私しか押さないから、しょうがない。小兄妹的跟班，你好。スティッチは本当にダメ、エロすぎる。何言ってんの、ジョンカニさん。キモいよ、それ。やめて。原来是那时候、对、就是那时候。不会偏退，但是不保证不整退，不可以，你不要再多了，你要好好制止我。メンバーをエロい目で見れるのスティッチぐらいなんだし、そんなにエロいかスティッチ。あ、青云你好，张慈祥你好。为什么不能再多了？不行，两个人就是很多了，不可以。七月，七月不可以。そんなにエロいんだ。見てみなきゃ。スティッチはね、あの一個めちゃめちゃエロい写真あって、それはあの写真でカシャってスクショしちゃった。あの10月の生写真のやつ、なんかめっちゃ谷間見えてるやつスクショしちゃった、可愛すぎて。青云晚安。哎，青云，我问你哦，你会不会来握手会？会来吗？会来吗？你会跟我握手吗？そう、これ昨天桜が今夜の MC 就是交换礼物，然后阿班送我的礼物，阿班跟阿班，嗯，收到阿班的礼物，然后我就是拿到这个耳环，好看吧？两个人很多了，对，两个人就很多了，一个人就很啊，不是一个人没有很多。スティッチのペンギンを追いつつすぎて、は、やめて、もう本当に、ハハしないの。不可以学我每次每哎美玲每次都说我太多了，真的太多了。那我不能推你了，不行，不行，两个人就是最好啊，不是。最好是一个人，但是两个人也是可以，但是不能两个人以上，好吗？所以你还是推我。你在七月我不一样，私は那个我是秋葵牛洞，我是秋葵牛洞，我不是七月。青云当然会来，你怎么会帮他回答？スティッチは谷間見えなくても曲線だけでエロいんよな。やめて、私はもう谷間見て興奮するから。リンリンちゃんも何かすればセクシーになっていくんですかね。まあリンリンの体がまだ子供だからまだだね、まだもうちょっとかな。18歳とかになったらどうなんだろう。小山さん変態のくせにやめてとか言う資格ないんよ。いや女の子が見る変態、男の子の変態は違うから。谢谢蒲丹姐盗图的星座乱包。リンリンはもうセクシー路線のポテンシャルありありですからな。育てないで、そっち側に。我没有对那么少人。你只能两个人，我跟伊晨就好。マジかって。小山さんバイセクシャルやん、一緒だから。バイセクシャルじゃないんだけど。別に女の子ラブじゃないもん。顺便说我其实推三个人，哎，另外一个是谁？我不敢太花心，没关系。可是希望你一次也可以，就是来跟我握手。对，好像我没有跟你面对面聊天过。
所以可以的话，一张也没关系。对，因为我会很开心，只是很多人来跟我握手。リックン回来了。レイチ、あ、レイチも？レイチはいいよ。だってレイチ我喜欢。我是渣男，你也可以吗？我超爱渣男，因为我是渣女。我是渣女，我是渣女，可以，没有关系 ，Welcome， 欢迎渣男，因为我是渣女。哈哈，私はみやびちゃんの足にセクシーを感じる。え？それはわかんない。私はリンジェの顔にエロさを感じる。リンジェのあの表情はエロすぎてやばい。リンジェのあの表情エロい。で毎回思っちゃう。エロいってなる毎回。笑死！大家一起扎起来，扎起来，扎起来。みやびちゃん顔可愛いからね、本当。哎，很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谢谢柳坚固的爱的烟火。誰も理解してくれない。それはわかんない。リンジェはあんまわからんの。私リンジェの顔がドタイプなの一番。見てどうしゃくい声でチェタタラタラショースタタイエスザイスタタウェイチェライテライラハウジトチェタオサンジョベイビシワナマダジュライギワファシェタラソセメタイタハイバイジワファワヨヤベウイブイブママゾそういわうりゃたよちゅうだよもつよだなど我不是ただ在糟糕吧そうそうか欸很久没有听这首歌了提醒我所会快到歌好为何你的秘密不散啊现在一起麻痹无感やはり私はゆるるしかも、ゆるるもね、体エロいです。小山さんのフェチということです。小山さんは、リンジェフェチです。ゆるとステージどっちが大きかったんだろう。同じぐらいじゃない。ゆるる結構でかいよ。シェシェ、プッピーとフォンイエー我回去地下那边好了。地下偶像吗？地下姐偶像吗？ゆるる体型からでかいの分かってたけど、どういうこと？結構でかいのか、エロい目で見たことなかった。そう、ゆるる結構でかいっすね。あ、こんな高級の女が。私のこと？私のことでしょ、高級の女って。是他的才早该把手松开无感耶哈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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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級の変態高校級の変態です我是变态耶ねえもう頭髪ゆえらゆえちゃん好快よ1ヶ月でこれぐらい伸びた1ヶ月でこれぐらい伸びてるやばえこれでしょ1ヶ月でこれぐらい伸びてるやっぱ変態の証因为我很变态所以呢我头发变长了超快一个月我变长了这样子因为11月的时候我是差不多这边在这里现在是这样子そうここなんですよもう1ヶ月でこの量やばくないえ1ヶ月でこの量ってやばくない日本人形かって日本人形エロいこと考えてるからちょっと伸びるんだよ
那个日本的娃娃是日本的娃娃是自己会头发越来越长嘛，那是因为他每一天都想着很色情的事情，所以才会变长。但是一般的两三倍吧，我也这么觉得。哎，那不是鬼故事吗？对啊，但是因为为什么他会头发变长，是因为他每天都想着很变态的事情，所以他越来越长，懂吗？哇，没有很可怕。哎，マジですごいね。一个鬼故事吧，他讲这母汤的事情，那一定是他因为很变态才会这样子。夢の途中であなたに出会い愛を覚えた。もう一回聞こう。好きだから。那我现在头发应该超长才对。真的吗？你不是那个吗？没有头发吗？因为你不小心打反身发水发到娃娃。没有，他是因为很变态。最色的人就会没有头发了，是吗？那你可能最变态哦。僕紳士だから髪の毛短いんだよな。いや、紳士は関係ないんだけど。髪の毛が長いです。このオーク超トーン、タイツ弁超トーン。痛い。髪の毛伸びないよって、それはもうあの年齢ですよ、年齢。ちょっと休息一下、好痛。这个不能戴太久，对，很痛。这个假先拿下来，好痛。耳で肩凝らないように耳のマッサージします。肩凝るのいつもあれなんだよね、こっちなんだよ、こっちだけ。これなんでだろう。耳朵都红透了，没关系，很舒服，这样子很舒服。耳のマッサージ意味あるよ。むくみめっちゃ取れる、びっくりするぐらい。耳朵拉展会很像妖精みたい。こう、这样子吗？好像哈利波特里面会有。因为我长得也很像。探路灯，探路灯，快点！探路灯，快点！这样子。耳のマッサージめっちゃ気持ちいい。なんか很愛的。そう。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不是很像。欸，我小时候有看过他。欸，我在福冈的时候，我去一个百货公司，然后他有他。欸，我真的吓到。欸，竟然日本也有这个人，超可爱的，小小的，他经过我旁边，还是他是妖精？欸，
山さん博多弁のヨカの三段活用できる。どういうこと？博多弁のヨカの三段活用って何？どんなやつ？例えば1個目は何？三段活用がわからん。博多弁の三段活用かなんつようにかんだかんだたおた。对，我也在想是不是，但我真的小时候有看过。对，他进过我耶，他是怎这样走路？他是怎样走路？然后他穿着西装的衣服，西装黑色的西装衣服，然后那个长得是就是真的哈利波特的那个脸，然后还说，哎没有，然后他很矮，他。那我那时候是幼稚园的时候，他好像他跟我差不多或就是比我高或矮一点点，然后他是这样走路，这是真的。你说的银行里面的还是想要袜子的，什么意思？どういうこと？ヨカバイとかとかヨ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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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とかヨカヨカ終わり。ヨカローモンヨカデスバイヨカヨ。大阪弁は知らんけどって、そう私知らんけどが最近めちゃめちゃ口癖なわけ。知らんけどバリ口癖、大阪じゃないのに。博多の人間はいないから、博多の人間ここだよ。ドービーイズフリー、ドービーイズフリーすすも、ドービーズフリーすすも。这是什么龙猫的情节？妖精有两种，一种都是瘦瘦的那种，另外一个是在银行厉害很坏的那种。我是瘦瘦的，そんな大阪弁はないですよ。博多の人間、ちげ博多の人間なの？ハリー・ポッター要20年的回去看電影吧。我也想看、但我想要看日文版的。知らんけど、まあ使うかな。めーちゃ使うの、知らんけどって。よか、ちょうど良い。よか、これで良いか。よか、羨ましい。なるほどね。よか、やりたくない。ちゃんと全部イントネーションあるからね。いらない、よかよか、じゃん、こうでしょう。いいよってことは、よかよってちょうどよい、ちょうどよいでよかはあんま使わんかも。私これでよいかは、よか羨ましい、よかやりたくない、よかこの前さ、友達とほんまだけで会話してて、ほんまだけで会話ってどういうこと？英語有没有不好听吗？英国腔很好听的说，我对英文真的是超级没有兴趣。虽然只住过两年，博多人です。我听到英文就会很过敏的那种，会过敏。成长的营养哪里来？给他全新雅培小安素，帮孩子补足没吃到的营养素，新添加骨钙双酵素，增进骨骼成长力。全新小安素，成长加速度。最後の2つの違いわからん。トーンじゃない？声のトーン。羨ましい。よかねー、よかねー、よかねーって。やりたくない。あ、よかよか。みたいな感じ。谢谢谢谢分享我的直播间。 Me too, my English is very heater. Heater って何？博多行きたいな、博多私も行きたいよ。
啊，魔术的话哟，我七点半就关直播咯，大家。下达下达啊 ，very 下达 ，very 下达，そこ日本語かい。大阪バージョンあった。大阪バージョンどんな感じ？知らん。本当に知らない。知らんは博多も使うけどね。知らんは私も知らない。知らんし、これ大阪じゃなくて日本も使うくない？日本じゃない、福岡も使うくない？意味が違うのかもね。知らんし、知らんねん。知らなくて申し訳ない。知らんがな、興味ない。え、面白い。それ意味合いが変わってくるんだ。トゥーイヤリー、トゥーイヤリー、知らんけど責任持てない、責任持てない。浇水一里可以念而已而里而里而里。めちゃめちゃあるね、大阪も。日本語難しいよね。翻訳ソフトでも何度も翻訳するもん。そうだよ、翻訳合わないからね、意味合いが変わってくるからね。たくさん因为有时候真的蛮讨厌翻译很多里外的情况，英文真的好难，但有一点点，越来越有一点点的兴趣，但没有很多，没有 很兴趣。日本人言葉じゃなくてニュアンスとかで伝えがちだからな、それな、わかる。ニュアンスだよね。直接言えばいいのに、まあ、私は結構直接言う派だけどね、ニュアンスで言わないけど。まあでも確かに遠回しに言うことめっちゃあるよね。じゃあ最後にウェイライダーコース流します。私はほんと結構直接語尾のねとかそういう表現欲しい。どういうこと、どういうこと。語尾のねとか言うねとかそういう表現欲しい。どういうことだ。チュリア在欧洲长大跟他讲英文他会很开心。对，他会讲英文他很厉害。あ、それだよね。あ、そういう表現欲しい。そういう。え、大家我可能礼拜六的直播会改时间，所以大家要看限动哦。对，我在想会啊，什么时候要改，但是大家我看到礼拜六不会播，或是早一点播，对，所以大家等我发限动。那我最后宣传一下。宣传好，第一个宣传是这礼拜五开始卖票，三周年公演，三周年 Team TV 三周年公演 ，this 大家要买哦，大家要买哦，大家要来看三周年的表演哦。可以吗？可以。第二个是十二月的升鞋针，是基尔的升鞋针，第一次穿基尔的升鞋针，基尔的衣服，请大家可以的话，可以的话，
帮我多买一点十二月的升学证，就是指定我一下，拜托大家要指定我哦。然后第三个是握手会的第二部，刚刚也已经宣传过了，但是希望我会漫步，对，所以大家就是请大家多多支持一下，不用太快，天哪，不用太快，但是希望最后可以漫步，对，所以大家不要，但是不要压线，我会很担心，而且我也要准备那个衣服呢，所以大家早一点比较好，对，如果有手上有还有卷的话，就是赶快填。还有一件事情。不知道，还有下礼拜一的浪梦浪 live， 在浪 live AKB48 Team TV 的官方账号晚上七点有浪梦称称，就是游戏的，就是要玩游戏呢，然后我会在，所以大家要来看我，记得来看我，然后多多留言，你要说美玲很变态，美玲啊不行，那个会被批。美玲很漂亮，美玲很漂亮，美玲很可爱，大家一定要那个留言好吗？就是留言全部都要美玲。好，美玲会在那里跟啊 ，so， 然后12月25号在桃园机场在。欸、我会表演，就是跟大家一起会表演，所以如果圣诞节没有事情的大家可以来，对，单身的大家可以来看我们的表演，已经指定了，谢谢生气糖，谢谢你，我们可以用注音，固まっちゃった，美玲很变态，可以，大家可以哦，宣伝するかどういうこと？那我要换个账号偷偷溜了，可以哦。不能带女朋友去看吗？当然可以，没关系。如果女朋友建议的话，就是跟女朋友一起来看。对，クリスマス予定絶対ないじゃん。ないでしょ？美玲都不理头目，小说什么不理头目？嗨，ということで谢谢大家，记得要。刚刚宣传的东西记得要记得，然后自己考虑会不会来，要不要买，对，没关系，我没有，我知道，いいクリスマスお過ごしください、了解です、ありがとう，太聚会有生命危险，嗯，可能有，可以跟女朋友说我们是要去看乐团，是上次用 TV 的，上次一定会被骂，なんでちょっと怒ってるね、怒ってないよ、じゃあとりあえず念排名です、はい、今天的第十名是超哥、谢谢、第九名是ハルさん、ちょっと待って、ちょっと適当にサンタクロースの、ハル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第八名是ジミチョウ、谢谢、第七名是阿翔、谢谢，然后第六名是林 MJ， 谢谢你，第五名是生鸡蛋，谢谢，第四名是勇哥，谢谢，第三名是西兰，嗨，谢谢你，第二名是 John Kenny 桑，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そして第一名是草莓ちゃん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大家，小山さんの彼女面、小山さん彼女だよ、やだよ、絶対やだ、私はサンタに、え、春サンタ待ってます、春サンタ待ってるよ、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我举手才是神队成员再不重要嘞，好，大家谢谢来看我直播，拜拜，おやすみなさい，谢谢你们，おやすみ、バイバイキン。